就知道呢，我们所有的乡亲呢，真的都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啊。是是是。好，我想呢，紧接着呢，也要来安排呢，我们第二位的歌手，也是呢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台语歌曲，大家一同来听歌。那么呢，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他最出名的《锦鲤沙滩》啊。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唐碧。不好意思，看到美女说，
无嘛好啦。我有特别为你传歌词。安尼哦。没没，我第一场哦，上面都听，这厉害哦，超厉害！伊在你干嘛做歌星呐？安尼哦，安尼我都无当好食。没没没没没，来，夸大一点啦。好，来来来，好啦，谢谢。好，我甲你约一个机会合唱，喊你大家听好无？好。这首歌真有意义，今生只为你，你们今生只为谁？卢明哲。安尼都对啊。好，阿婆，我先喊完姐，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麻烦姐了，谢谢，谢谢。来，今生只为你，哇，也是非常 hit 也非常红的一首歌曲。相信我们三所的好朋友，大家耳熟能详，一同来听歌。是
的哦，谢谢。那因为今天现场来支持我们这个准立法委员卢明哲议员的卢明哲卢准立法委员的人，是我们的准委员啊，准委员，准委员，是。那其实堂弟今天现在要再来带来一首歌曲，是相当的有意义。那希望呢，我们一年比一年好过，好不好？好。给你一点的后悔，送给我们台下所有的长官，还有我们大。